好了，今天呢，我蛮特别的，今天去找一个奥迪的车友。那我这个人是这样子啊，我很喜欢交朋友，所以不管是在各行各业啊，或说各种因缘巧合哦，因缘际会，我都 OK。所以车友呢，其实也是我认识朋友的一个管道哦。那奥迪呢，居然有一个车友啊，要找我出来聊天，我就想说，好吧，我们去聊一下，看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不瞒各位哦，这台车我真的是非常常开，好不好？常开到什么地步？就是说我基本上，我只要有一种想要开小跑车的瘾可以上来的时候，我就基本上就把它开出去绕个两圈这样。那普遍好像很多人不知道 TTS 跟 TT 差哪，那个 S 有那个 S 差很多哎，不管是价钱差很多哦，性能也差很多，所以真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啦。我是怎么讲？那 RS 是更不一样的。然后大家也知道，其实我买这台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为了要去完成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跑车的梦想哦，赛车的梦想了。因为之前看 F1 看得太入迷了 ，Netflix 的影集真的是蛮好看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你要入镜吗？你看你有什么需求啊 ？OK OK OK， 可不可以配合这样？好，今天有没有什么厉害的车？厉害的车在路上。有吗？哎呦，哎呦 ，RS 来了！哎呦，哇，要在路上看到这个标的已经够少了。还是今天卖掉我那一台，然后来签这一台这样。还不错，车就现在留下。还有嘞，还有什么厉害的？这一台 A8 也很不错。哦 ，A8， 这应该算是老董的坐车了吧，对不对？是啊，嗯、年轻人还是想要有种操控感。我、哦、现在的灯都做得很漂亮哦。A6， 哦，现在头都凶凶的。车友，你本身开什么车？我本身开 A4。哦 A4，、嗯、好想听那种 RS 的声音哦。RS 的声音今天有办法听到吗？可以。真假？对啊对啊。直接在这里踩下去吗？他们展间冷气有在冷的。大家不要看我这样子，我对车子还蛮有一点小研究的啊。其实 S 呢也是一直在我的购买清单当中。你好。这台就是我们奥迪的，就是直播备的。一个跑车是对 ，RS 5之前都是做就是，算是酷配的造型，对，我不要这样拍手，那之前酷配的造型是做双门为主，那现在的话就多了四门。哦，等一下，我先岔开一下，你本身是开什么车？根本不是奥迪吧？对，啊、真的假的？哦哦好，那这好 OK， 是性能车吗？有朝一日会换。好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头灯的部分。哦，这个对新的设计语汇啊。对，因为你也知道奥迪就是灯具厂。对，灯具厂是。对，那像它这边中间有一个蓝色的导光条，这边对，那像这个的话是我们就是奥迪雷射头灯。哦，对，它的作用是怎样？作用的话，作用的话，真的就是。开过什么车？怎么说？没办法言喻就对了。这是它的渐变。对。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铝圈，它是做20寸的，就是奥迪 Sport。哇，好大卡啊！对。它的卡其实怎样？对六的。对六的。哦。是的。你的车也是对六的吗？不是啊。你到底开什么车啊？好奇，我私底下偷偷讲，开什么车？在楼下。OK。好 ，OK。那像它的话，它的迎宾灯，有对 ，S， 那个看到了，看到了，对，因为像我们如果一般车型都是四个圈圈，对，那像它的话就是有专属的，就是 S， 哦，尊贵不凡，是，你要不要进去坐一下？好啊，好啊，好啊，哎呦呀，感受一下，像其实很多性能车它的内装就比
较没有那么的质感。那像它的话，它就做的比较质感，包括它的缝线，这缝线都是可以让车主去选择。是，对，因为像它这是红色，那它还可以选其他的颜色去包装它。哦，对，那像我们的音响，一般性能车也是不太会注重这一块。那像我们的话就是 B&O 的。对，所以其实它在车内的舒适度及质感都是比较好的。那谁的比较不好啊？哎、欸，这个不能攻击人家。不错哦，你摸，还不错哎、欸。包括它的排感，都是有做一系列的去滚边。我、原本以为会有麂皮的，所以它原本就是设计这样，还是可以自己选。它可以选。哦，所以看车主。之前是比较一麂皮，那它现在是做这种。哦。但它门板这边还是。哎、欸，对，这边还是走型。对。哇，这都软质的哈、哦。哎、欸，对，软质的。哇，好好哦。这台多少钱啊？这台的话，它是售价是500，要求啊。对，那它这一台的话，因为它就是选配我们的就是跑车排管，跑排。对，所以它有再多加68,000。哇，那还行。那个要在后面才看得到。那它这个的话，是它就是比较专属的。对，这铝的嘛，对不对？对，这个银的。哦，跟我的一样哎。对，所以其实，在路上看到银的，就基本上都是。我们家比较新的，比较厉害的东西，對聊了聊了，而且因为你坐进来，应该有感受到它的宽度的，对，跟我的差好多，因为毕竟我的还是比较双门小跑车嘛。而且你看后面，这蛮舒适的，后面也蛮大的，你往后看。哎、欸，真的，这再加人也是可以的。对，所以它其实是一台比较能舞的车。哦。对。那像它比较厉害的功能，还有就是它有按摩的功能。按摩？对，它这是标配的。按摩是怎样？就是它在椅背这边可以做按摩，那我们中间可以去调它的模式。是。对。那它的话还有多，就是我们的腰靠这边，它会夹紧。嗯。对。竞技取向啊，哈。对。哎、欸，等一下，竞技取向，你有去跑过力宝吗？力宝跑过吗？你有跑过吗？我个人因为你说竞技取向啊，你没跑过没说服力。你应该是跑过。好，不逼他，不逼他。哎，好，我们去后面看看。握住还是很重要的。哎，对，因为之前哇车都是因双门取向，现在如果四门后座也可以载人。对。哎呦，有一个拳头哎，出乎意料。我175，还蛮大的哎，好扯哦，性能车还可以做这样。而且直接这样看上去又有天窗，所以它整个视野都很好。对，东西是不错了，而且还有后面的冷气出风口。对啊，几匹啊？这台几匹？450匹。对，那它厉害的话就是它0-100，只需要3.9秒。哦，超级快。所以 RS5 一直都是我家蛮热爱的车。现在如果定要等多久啊？还是我可以直接拿起来走啊？你想要拿起来？把我那台卖掉，买这台走啊？你如果给定金，那就让你拿走。哦、真假啊？啊，还有什么吗？后车厢。后车厢。嗯。这个你应该会蛮惊讶的。怎么说？很大吗？很大。哦，很深哎、欸，很深哎、欸。这个是真的是很宽，因为你也知道，有时候性能车其实后面的空间都没有那么重视。它是做掀背的嘛。所以它打开的空间很大。整个人进去，应该还可以再加一个。哎呦，聊了聊了，可以放两个丝，怎么完蛋？凹不过来，凹不过来，真糟糕。啊，可以放两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对啦。啊 ，OK。再来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的全配，就是我们的排气管。黑化的。对。帅、哦，它里面其实是有阀门，是不是？有。有了哈，所以你想要乖乖的回到社区的时候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关得起来，对，不要啪啪啪啪这样回去这样很吵。那像它这个就跟前面的水箱护罩是呼应的，嗯，对，那这是比较后期出的，是，对，算是有点经典呈现，对，所以它整体就是很漂亮，好了，看得出来，车子很漂亮，就是价格的问题啊。哇，恭喜我成为车主，15秒的车主，好爽哦！啊，不要踩了啊、哦！对，就发动就好了。对，按那个。哦，它的跟我声音有差哎。有没有那个声音？
对对对，他跟我声音有差，兴奋，我正在感受那个声音。嗯，他刚发动的时候，那个砰的那个声音是比较厚一点。哦，大概了解。应该买得下去了哦。买得下去，买得下去。买完房子来买 RS。哎呦，你哪摘了？哎呀，拍谁啊？啊，睡了，睡了。好，15秒车主当完的。哎呀，可恶。有没有当永久车主？有点想要哎。哦 ，V 六哦 ，V 型六缸的，嗯，双涡轮哎，哇哇，零到130.9秒，瞬间我的 TTS 不太香了，怎么会这样子？对，哦，还有甜点哎，就八天的还是哪一位有没有？就是你，卖车加卖甜点哦，要不要介绍一下甜点？这是 RS 的吗？还是怎样？这个是 RS 的，哦 RS， 这是电动车的。来一本正经讲看看。下面那个是专属。哦，哎呦，真会讲哦，真的，还不错。啊！不要！啊！好，合个照。耶！我现在有点笨的，要不要擦了？三，好了，卡。OK 吗？好，谢谢，谢谢你。你不是还有那个什么说可以一起去那个吗？去探险吗？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男朋友好像还有那个，有去过吗？不是，他没有去过，他有投。啊，没有中，是不是？你等下拿一张，真是不好意思。然后我跟我男朋友讲了。我原来有投过，有，耶，一二三 ，OK， 啊，蛮有趣的。大家以为这是业配对不对？其实也不是，好不好？这真的是观众，那个观众啊，聊天交个朋友，蛮有趣的。搞不好之后买车可以打折。啊，来，等啊。